只看好你那边就行了，姐姐。就你那边会来人，这边的门打不开，他们进不来。姐姐，我来了。哎呀，大哥，来的早了吗？这不是屁股来了，拿下！哎，我这是人吗？我这是人吗？拿下！哎呀，加油加油！还有个谁？你去干啥？这中午哎呀哎呀，中门窗户。在我后边吧。哎呀！保安，那里。赢了就行，我也一下没打着对面。Nice， 轰轰牛逼，偶像。那么厉害，偶像，那么厉害，偶像，我可不想搞成。偶像，我上把亿的，我捞有钱了。看一下我。可以，你这把直接洗大哥。哇，还挺帅的。来，大家鉴定一下，这是啥年代的？翡翠，看是五六十，五六七，周的，这周的，上周的，来点个鸭子，没有，先往里进，来个雷，有摄像头，我放闪光，左手边一个保安。帮你们推黑了。好的。黑下包。左边交给我。后来人了。你们看好后路。OK， 我躲在 A 小。哎，你顶上，哎、楼顶上。二楼。你们打啊！加油。哎呦，后边，保安后边。别急，别怕。不怕，不急。后两个，都是包点的，包点拆包呢，下包了，好，偶像，偶像啊，帮他解一下，大哥带我们四个飞哦，没事哦，朋友们，偶像换一把，偶像，直接丢一把，偶像，丢一把，哎呦，我先丢一把这个换你吗？我切摄像头之后怎么切回枪啊？我切摄像头之后啊，你再按一下摄像头，再按摄像头。哎，不行啊！你再不你就右键还是什么？好像我玩的比较少。然后一 OK OK 知道了。嗯，是的。小心闪光！打的闪光弹，该说不说，打的还真好。还可以吧？我一小进了，好，我帮你点烟，我帮你点烟。再打，打，你们打，加油，直接打，烟把你放好了，别走。破片手雷。哎呦我操，这雷！烟都帮你放好了。在二楼混烟呢，上去杀了！哎，我身后有人，炸药包啊！A 大，我方还剩一人。哎，这怎么老穿死的？猴哥赢了！看看猴蛇的操作啊！大哥他们拆包了，小拆、这个二楼的问题，我不知道包在哪里。对，我得讲两句，等一下我讲两句，兄弟们先别冲出去，我有门，我那个门都封不住，你们你知道吧？我看三弟在外面，主要是我的枪有点拉啊，枪不对上吧？没事，枪不对，出来你直接把我封门外吧，不行的，发帖，这样你会回不来的，不行，你必须得把我封门外，下次我在门外，你给我直接封门外。洗喷子吧，喷的很好用，好的，别。暗管，我们稳一点，打得太激进了，我们有点。我直接给他捆绑住，走，开始。我走后面。先手雷。大哥，你要从 A 小出，我帮你封烟了啊。好。哎呀，我这有人。好，姐姐，我一定给你报仇。打到还没有啊？姐姐，我报不了仇。小心闪光。哦吼，他那个 B 点一个，车库一个。A 没什么人，包一个保安好像。对，没了，你们就一个保安。我
小心加方向，请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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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行啊，这判官，他换把枪他都死了。我靠！捕捉失败，又没抓到。二楼一个，一楼两个，这都能失败了？哎呀！可惜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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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可以一把，可以一把，一把吧，一把吧，第一把吧，可惜了，姐姐，你可以把你枪卖了，我们这把就只手枪，想想啊，这个游戏应该打独线，大家就起，好好好好好，是的，是的，好，那我穿重甲可以吗？可以，防弹衣可以也不起。可以。啊 ，OK， 没来及卖。不是这人，我靠！直接冲啊！哎呦，这是受不了啊！我姐，哎，屁股没人了，姐姐爆刀了！哈哈哈哈！这游戏怎么这样啊？我觉得谁划我一刀呢？小刀划我一屁股，你哪来的枪专业啊？我自己打的呀，我。你家枪。哎呀！我的手好软。有钱了！你们可以喘口气了。有钱了，当然有钱了，我不需要了。是的，是的。无敌了，连刀俩剑圣。毫无还手之力，哼！从这把开始，我将一次不死。OK， 我也是。我有大招，我们可以打中间这个点，感觉我们好像打这比较有优势。我给你们封两个。好。中间。哦耶！怪兽出击！开始狩猎。重放闪光。就完了。我禁闭点了，你们可以禁闭啊，等一下。就没有。哎，我这有人。哎，不知道在哪儿打的我都。可以禁闭点，可以禁闭点。没那掉了吗？可以禁闭点，闭点我禁。好的。往 C 走一下子啊！怎么连人都没有啊？中间不好看。还剩一名敌人。没人呢。我俩还剩一名敌人。看着匕首之间。我们带着这边念，在那个周围。我带了。怎么了？就在这边。监听器被毁。就在哎，我还在马枪。好，好的，好头。好起来了吗？哎，好起来了，赢了。我会完成我的任务。OK。我还有钱。跑，他走着走着给我一枪头。我还是比较适合防守，防守可以绕后。我们需要从这走。我觉得你说的对。怎么的？没人拿包吗？我来。这得跟我老婆说，乐哥。好，交给你了，大哥。上子弹。走。要输。我老婆还在盯着。上子弹。我来压制他们。离散。有人可以往我们家走。啊，我们家，我看这边啊，掉了，我们家。哎，我这有人，轰轰，往逼近了啊！我给你进，大哥你进吧。我已经进了。下一个。来不及，刚好不在你旁边。一个在 C 的刚才。谢谢简简。哎，杀给中路！买了，大窗啊！此路不通。好，都在你们中路，都在你们中路，确定。没关系。我来压制他们。哎呦，来不了，中路封门了，我给他中路封门。哇，好准，射我头了，他进那个小门了，对，车库里。我靠！他挺吓人呐。好准，大狙，他把他大狙拿了，他要把大狙。啊！我的大狙，转悠！好好好，你说什么？
地上地上地上，大家再见。我要不是为了你啊，我这波是不会死的，我一并超了已经。确实，你能走了。我已经一并超了，我一把没死到现在。给我数着点啊，兄弟们，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把不死。啊，我也是。嗯，行，从现在开始你俩都一把不死 ，OK。还我算了，我收回跟那句话。高手，嗯、你就姐，你就跟着猴哥走，这样你就。哎呦我操！武器落在中局，猴哥已经死了。好了，有大组大组啊有。啊来了，我死了，怎么办？车库有个人。啊！还剩一套，还有一个。我跟他这波博弈没博过他，等一下我先给你们过去。我俩就是，哎呦我操！啊！姐姐周大宇，我老婆，完了，一把不死失败。我玩这游戏就第一次遭到这种侮辱，这一那一教室三个人抡把刀，这我们也来。我靠！笑死我了！早该起奥丁了，在这个角落蹲着好了。我现在蹲地下通道，狙击枪，全力战斗，蹲他们，他们会冲出来的。探针匕首之出，压制一个。六六姐去中间，六六姐，这个人我来蹲。这里边有一个。万推闪接近啊，三二一，他出来了，大哥。他在干什么？爆能器落在中区。他在你脸上打我们俩，要不行，要不行，收回，拜拜喽！哎呦，还有一个，哎呀哈，又是大组，啊啊 啊！完了，这是个大组。他有枪，他有枪，你按个一，你按个一，你的枪会出来。对，这啥枪啊？幻影啊！可惜，对，可惜。谢谢时光涣散的钻石粉丝，有没有人把这个这叫什么？这个大组给他拿下？绝吧！有，马上我们打 A， 我们打 A 成功率比较高一点。哈哈哈，然后 A 点会有一个盖可，一个雷纳。这大组给我拿下，他有点扣了。谢谢 C 吧。你们可以走 A 打，我走 A 小，直接传过去了。好的。我就走中路了，我走中路了。我们要赢下这局。好，我们要不是这是防守图，防守图。姐姐，你要跟我们一起走，对你走到半路。好好好，好好好，这个冲锋成功，抓他们！刚刚一出发了，哎，我出发了，我得有半线，没事没事。半线，哎呀，哎，我这是碰人了、啊！哎，哪的爆点一个？爆能器落在 A 区。这些地球啥时候爆炸？还剩一人，二楼一个，二楼一个，二楼一个。一楼这个呢？你又死了。我血太少了，谢谢青蛙皇后。暗影涌现，二楼一个 ，P 一个。暗影涌现。哦，哎呦，104。这保安这些。让他们我们要不打把 C 是什么？可以，打把 C。我能传。打把 C。哦，没问题。中路一个组。右边一个保安，打左边没问题。我直接封个烟，直接可以传过去。他打我大哥机枪，穿了我一枪。打 CB 有狙吗？你出去看看，有人吗？没有狙，有有吗？我来个雷，进进进进。完了完了，这个雷没炸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我这两个人两把狙。背后前面都有闪光，前面那个，哎，我身后还有人，后头有人，我们家来一个，投掷古网，我得切，我得把声音调小一点了，我觉得。离散，传了传了，杀给右手，右手杀给右手，传了，我方还剩一人，就这就这。完了，我打了，啊、我操，我操！没空吗？呀哈，没角度，好的角度出来，玩家也要被打了。
右键顺闪。他打我两枪头，我说我怎么去找巨人？上半场最后一回合，这些乱花对打到头会很晃。是的，他打我两枪头，我的那个视角晃了一微调一下。我操，这么麻，这个肯定要微调。最后一把可以把钱花完，往哪打？往哪打？快，最后一把。正在输出。打 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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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 A。打 A， 好。你们可以不跟我走，我走这边，我走这个里面。你们我直接开大劲了。你们出门，你们右拐啊！你们右拐，你们右拐，你们右拐。你们过去右拐，你们过去右拐，过去右拐，过去右拐。右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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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走走走。啊！大狙，大狙。好，爆点爆点，我开大了。牛逼！哎呦我操！爆能器落在 A 区，我方还剩没有打人，我走一个一个组合。哎呀！哇！好多狙啊！攻防转换，防守了，防守了。敌人受到压制后，您在玩着玩着就打人会打，会让他们出现受迫性的失误。防守，散光。他们说是服务器的问题，好多大狙，是的，最近就是玩一玩会掉帧卡一下。防守了，朋友们防守啊！每人找个地方蹲好，蹲好，来人了，大家好。我守蹲好那是不可能的，我一定将他们拿下。吧好，杰杰你守 A 没问题，我从 A 角过去，你就守 A 大。准备迎接猛攻。你蹲哪？你蹲哪？哎呀，给自己摔没血了。我放15滴是吧？没事。我去，这么准啊！把你们那的吧。我还压制他们。压制一个。猪好多。扯淡中路。这么准。方还剩一人。哇，他猛吸啊！打下头戏了吧？必须好多人。姐姐，你拿个照相机看看家里就行了，没事。来吧，来吧，姐姐。哎呀，我走打了，我又想跑了。没事，手枪可以走打，手枪你就是要动起来打。78颗手雷，应该够了吧？手枪可以跑着跑来跑去打，没关系。是的，手枪可以跑打。匹配强度还挺高，你还别说。对，因为号有隐藏分，你知道吗？姐，我跟你说。你如果去打排位，就对面就没有这么厉害了。我拆了你的眼睛。是的，因为你的号是星号，然后他们也会给你排，差不多了。B点外面有很多。中区有敌人。B 下包了。是的 ，B 点下包了。爆能器已部署。没有人，左边有，后排后有，没点过的，再见。好，他死了。放狗。牛的，部署。我有伤到。拆吧，拆吧。包你拆，你拆。在那边来了。还剩一名敌人。nice。我屁股来了，我屁股做一个，拆一半了，兄弟。遮天蔽目，我无取向。牛的。哇！偶像，好、哦、来得及！偶像，偶像，差点翻了！切换至歼灭模式。谁的喷子？谁的喷子？给他捡回来了。歼灭模式是默认设置。我手不好意思。奥丁来了。好的，你有全买防弹衣吗，大哥？啊？好，有啊，给你。我五。OK。3600呢？飞进来。OK。武器上膛，自由开火。排位也不好打，好像不行吧？还是十几人打。屏障已部署。啊，有人，这儿来人了。好的。车库当心啊，车库大哥。车库我走呢，烟我帮你给了。再见。好枪！哎，哎呀，
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帮你给烟。不好意思，谁是一只奥丁？这个人，留着。我跟你看车库，这里我。好嘞，没问题。你发哥，我换个位置。不了。还剩一名敌人。哇！投放闪光。哎呀，好。怎么了，大哥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崔姐？剩余30秒。没事啊，我哥。有没有可能？那个保安之前在 A 大的保安。那我的下包呢？爆能器已部署。啊？这他能下得了包啊？对，因为我不行太爽了。咋的了，猴哥？咋的了？咋的了？猴哥想丢闪光，找了好多角度，然后我关机了，往自己脸上丢了一个。要是把我当成废品，主要是那个弹幕说右键可以顺闪，我就我试试吧。来，来一发，来一发。对，可以，右键可以丢到脚下，就是就低抛，你知道吗？跟吃鸡里那个低抛似的，大哥。嗯。到了，那个耻辱没办法，那这三把刀冲上来，一把大狙确实没办法，硬要我倒回去太难了。开始了，我这个位置奥丁再蹲肯定是不行了，他们指定是知道了，所以我蹲这儿，一把换一个地方。此路不通。另外有个保安好像。我贴枪被打死了，中。啊，这没打过144，我操！啊，整多了，没事没事，我应该等他。反正我是守的，我就不要漏就好了。还有，这里还有，这里刚还有。Oh yeah， 怪兽出击！咋看听着这有脚步声呢？人呢？谁点下包？下包！我电脑卡了。那这个摸一下就死。还剩一名敌人。偶像，偶像。偶像在中路，保安的偶像，我奥丁，偶像，偶像，偶像，扯空的，这就是完了吧？艾德，我会处理他们。处理完成之前，你们想办法活着。我知道，真的有时候会抽卡，会抽错，朋友们，实在找不住。不是，我们也会，就是走着走着突然卡一下，跟掉帧一样，没办法，好像同桌也这样。我要去问一下他们是怎么解决的。这回我们直接在哪里清除一切威胁。这回这个奥迪屏障已部署，当心啊姐姐啊，你们那边，嗯，你可以把半线铺在地上。那有人，别挡我的路。走 C 点 C 点 C 有啊，开大哦，执行压制命令，压制两个。爆能器已部署，满了。什么时候进，兄弟们？后会无期。投放闪光。嘿，准备进，大哥。右边有。喂，他只能跟你一起了。我方还有敌人。哎呀，哎呀！又想刀人，坏了，被他远程刀到了。远程小飞刀，我操！没事，我起奥丁，我也起 C 点。OK。哦。直接可以把那边的半线布置一下，就是这个放这里，看看这个放那里。谢谢。这个放这里、那个，这个放那里。对，你可以把那个放了，那个会很好用。哪里 C 点吗？对，你可以在这里放条线，他们有时候走过来会被你绊倒，从这里再放条线也会被绊倒。OK， 你的 Q 技能吧，好像是。拿出你的真本事。啊，你可以把相机放好，你看看有没有人拦，就不用露出来看了。压制命令，压制一个。哎，两位，两个。闪光，闪光。哎呀哈，基因呐，藏这个地方。啊？他们有人传了，当心啊，家里。监听器出发了。
啊，我们家两个来了。我方还剩一人，到处都是人呢。他们还有人在家里。姐姐，我跟你说，猴哥在你旁边那小房间，他死了，就你旁边那小房间来了，然后那个人来了，有可能来人了，嗯啊，嗯，来了，哎呀，可惜，120，打了三枪身，做好准备，注意安全，我没有马尼了，走，那我只能来个判官，你有马尼了吗？我还有马尼，哦，猴哥，你守车库，判官无敌的，姐姐，我跟你说。姐姐，你躲着。我还剩，我老守判官，不是老守判官，我老守车库。我觉得他们都应该有点知道我在车库。这一回呀、啊，换个地儿吗？我换个地儿，我不急。姐姐，好好好，跟我来。这地方老隐蔽了，你把东西放完，你就躲着。在那儿。OK。匕首之出。凭证。啊！没事。好炸！帮下杀给你，帮下杀给你，帮下杀给你，牛的。在那边，还有一个，有个大。难道你们呢？B 里面进了一个 ，B 里面进了一个。哎呦，在 B 传进来的。这他妈这玩意儿进不去呀、啊！他血克我，没有，他传进去了。好了，无路可逃。你解封跟又引血克我的吗？干啥呢？雷点？不知道，他给你后面是我，没事。雷点没见。Sorry boom。有个烟。呸 ，Sorry boom。小孩子看动画。还剩一名敌人。干掉三个。牛啊！我帮你封了个烟。好。剩余30秒，忒，就逮着。哎，在我这儿呢。哎，在 A， 在 A， 交给你们大哥啊。哎，在下包了，下包了。下包了。忒。遮天闭幕，牛的，拿去，牛的大哥，刘全不太行，他就是天天在那里忒，手里蹦，他就在那里，手里蹦，所里蹦，谁最先得手，谁才有资格炫耀。边走边买的姐姐，按着 B， 就是边走边买，好，对。谢谢夕阳的钻粉飞机，谢谢。安全的位置，这俩的位置都挺好，你躲这也行，躲这里。我没钱买技能了，我只能打了。没事，那就不买技能。你看这里就，你看这种掩体就很安全。面对未知，其实你保安可以不用跟人去对枪，你可以躲着阴人就行了。那个阴人非常的。我还压制他们。变得crazy了。压制一个。好。给我大哥的门口封个烟。哦哦耶！怪兽出击！揭秘！牛的猴哥！小心闪光！守门！没人 ，C 点没人，这边没来人。嗯，爆能器落在 A 区。还有一个在家里，最后一个在他们家里面看包呢，包在这儿，人在这儿，这个标点这儿。哎，车那个中 VIP 里面，对 VIP， 换狗。哦，还有你，还有特效。我已经5144了，还是一样的。我也能感觉到他们来了，他们家都不行呢，连个闪光弹都没有，这边。还是奥丁好用啊！哎，我问一下，然后就可以站在这里看摄像头了。执行压制命令。来了俩。
爆能器落在 C 区。没血了，我怎么这一小有东西啊？牛打六六，有六六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六六六姐那边有，我这边还有一个是吧？啊 ，A 大有。哎哎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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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剩一名敌人。做一个，爆能器落在 C 区。Flawless。完美团灭。Flawless。Flawless。他们要是有小，我知道，我已经去问他了，为什么？会看到。问一下，帮他帮大家都问一下，大家都这样的话问一下。有机会赢啊，你还别说，什么叫有机会赢？今天你就记住啊，你那个英雄放好半线躲着就赢，就绝对他们不好看着匕首之出。完了，姐姐还没来得及放半线，姐姐现在别去前面放半线了，好危险。哎呀哎呀，投放闪光，哎呀有啊，一散。哇，这点到我 C 点这边没来人啊， C 点这边没来。A 进了 A 进了 A 进了。OK。等着。爆能器已部署。死神打了114，就带走。哎呀，我吓一跳！哎呀，我天哪！天天在那边，实在不行咱保了也行。天哪，我猛吃三大碗。我就知道 Saki 你饿了，我在往里喂你种水稻，你没看出来？右边，右边，就来了来了，姐姐右边。我听声音，我听声音是左边啊。右边，右边。我这为什么听声音左边？左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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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，这边，左边，这边，真左边。我这耳机怎么听反的呀？哎，要让他买，让他买一个换一个。我受不了，让他换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耳机，换一个，换个耳机，必须得换个耳机。没带反啊 ？L 呢 ？L 左边吗？赛点的话，我们拿下三把。这个游戏的那个，这游戏有加时吗？是比较有有有啊，匹配没有。我来压制他们。压制一个，哎呦我操！完了，我送了，还是胜利，打了个74，把他们拖过来干掉，收网了。我没洗枪吗？枪呢？我的，没事没事。爆能器落在 B 区，在这儿，这里，还剩一名敌人，三个，那个打了74，随便杀。我方还剩一人，在我这儿，完了。你右手右下面，右手下面，右手下面。哦哦，吐口水了。可惜，还有吐口。双方获胜。我一把枪，我操！姐，这把输了不怪你，我跟你说。小白哥，崔姐不买枪，种水稻。嗯。帅爷，你为什么就为何不买枪，崔爷？我忘买了，你知道吧？来个忘了，说是帅爷。对呀，我记得我买了呀，我就枪不见了，我枪不见了，枪游戏 bug， 我知道了，枪呢？游戏 bug 了，游戏 bug 了，枪不见了，游戏 bug 了。等一下，我找他们问一下，他们这个是。